群年轻人，他们呢就一群人就投进来，就如清理自己的家一样，帮他整理啊。这看了也都很感动哦。这都是在平常要带动，平常这一个大爱村呐、啊，已经呢到名副其实的大爱村，他们已经培养出了人人都要有志工的精神理念，不只是他们村里的人，我还听说呢，这个玛丽吉娜的也有一二十人自告奋勇，愿意呢投入，也发挥到了他们这个志工的爱的精神的能量。